谢谢王峰总编辑、社长提的问题啊。双城论坛，我们当然是议员非常熟稔。如果我是台北市长的话，第一，对等尊严。柯文哲道奇逆师为了讨好蓝军、骗蓝军的选票，竟然在台北市办双城论坛。别人派的不是书记，不是市长，不是第一名，不是第二名，而是第五名的沙海林。叫统战部长。一对五，把台北市的尊严丢光光。我到现场去抗议。台湾很可怜。 不是有赖清德的台独工作者，暴虎平和，跟义和团一样，刀枪不入，神功护体，这样子搞，这样冲突引来战争，不然就是软骨头的柯文哲用第一名对第五名。钟小平当选市长之后，双城双城论坛第一对第一，不然就不要见。第二，我一定要扮演的张之洞，东南自保运动，两岸现在是冰封了。湖广总督张之洞，我们要跟各个直辖市、大的城市互相往来。 最后，我要拜托黄女诸位，为什么？因为两边的体制不同。我们第一名叫做台北市长，他的第一名叫书记。跟上海互访论坛的时候，所以带着陪着请黄女诸位委屈一下，跟着钟小平走，见到书记，又见到市长，管他第一对第二，第二对第一，总之党对党，城市跟城市，两岸对等尊严，然后破除中央不往来的魔戒，而让两个城市往来，创造人民的福祉。